没事没事，怎么突然落水了？我跟着镜头不小心掉下去了，将一天你也不看着我点，谁知道你那么傻？干嘛呢？队长，教练说今天睿智波帮我们做一个训练日记，让我配合一下小姐姐。啊，配完了吗？嗯，没事。不，要不然接下来就让沈队来介绍吧，我们还要完成今天的训练呢。嗯，我们就走了。走走走。开始吧。啊，这是今天台本，你看一下。没什么问题。你耳朵怎么红了？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我看看。谢谢。没事。准备好就开始吧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去下厕所。谢谢沈军员给我们介绍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谢谢你了。坐。你知道信息素吗？那是什么？书上说，雄性动物只要闻到了雌性动物身上的信息素，就会不由自主的想靠近它。动物？就像猫跟猫薄荷，会上瘾，而且没法抵抗。什么？我感觉我对你有点上瘾。走吧。你擦了。谢谢，我自己擦。
沈清远，你听说网上的事了吗？嗯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我们公司呢可能会发个声明，划清我们之间的界限，证明我们只是合作关系。但这并不是我的意思啊，是想平息网上的舆论才这么做的。我今天想了你很多次，但是我射击的时候也想到了。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。给你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就跟猫薄荷一样，我抵抗不了你，但是我也不能让你影响射击。所以我想跟你划清界限，之前都是误会，以后我们也。对我也好，沈清源，你从来就不会为我考虑，但凡你为我考虑三分钟，你就会知道你现在说的都是借口，你就会知道你现在说的话对我伤害有多重。